张玉山对你嚟讲系啲咩？我就知道，对于张嘅人嚟讲，呢个系属于我哋嘅家。一日张嘅人，一世张嘅人。人海里比赛攀爬，人活到 Sports Day Gala 晒到变黑人，翻学就嚟迟到，要跑长命车，唔记得剪头发，过唔到 hair check。仲有每个人都听过嘅 This is the end of assembly。身为一个张记人，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呢啲事。中学生涯嘅点点滴滴，将来一定会成为你难忘嘅回忆。五十周年过去咗，嚟紧呢一年，我哋要携手创造属于我哋嘅印记。想笑就笑，要嗌就嗌。五十加一系新嘅一页，一个新嘅起点，新嘅契机。张记系青春，系我哋挥洒热血嘅地方。就系因为咁 ，Coalesce 想为张记付出。回馈这个见证着我们成长的地方，很多同学都希望学生会可以摆脱以往的一成不变，打破传统的框框，这个愿景也是我们想达成的。 Coalesce 会联结起每一个张记的学生，引起大家的共鸣，令到大家对这个屋企有更加多的归属感。我哋会继续举办各式各样嘅新活动，改变、创新，带领你哋去寻找心目中理想嘅校园生活。这个理念我哋铭记于心，亦都成为咗令我哋进步嘅推动力。以凝聚为基础，再作改变，背负住重大嘅使命。我哋十五个向大家承诺，一定会竭尽所能，带领大家为大家缔造一个更加好嘅张竹山。A gate the gate, Coalesce to resonate. We promise.